Hello， 我是小鹿，今天自己蒸了酒酿馒头，先把酒酿加入酵母粉，然后榨成汁。这个搅拌机坏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。把米酒汁倒入面里，搅成面絮，然后用手给它揉成面团。盖上盖子就可以出去玩了。等个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回来，它发酵成这个样子，然后里面有这种蜂窝。就可以把面揉一揉，把这个里面的气儿给它排出去，再给它揪成小剂子，用你捏橡皮泥的本事给它揉成馒头的形状。凉水上锅，等个十分钟让它二次发酵，大火蒸二十分钟，然后开始做排骨。凉水下锅焯水，调一个料汁，四勺白糖，两勺白醋，两勺生抽，一勺老抽。起锅烧油，放葱姜蒜八角爆香，然后倒入排骨，给它煎得焦焦的，再倒入料汁，稍微煸炒一下，加入水没过排骨，大火烧开之后中火慢慢的炖，这边馒头就好了。关火之后等个三五分钟再开盖。排骨还没炖好呢，这样蒸出来甜甜的。等到排骨汁收好了就可以吃啦。Hello， 我是小鹿，今天来吃自己做的糖醋排骨，蒸的这个酒酿馒头，然后喝的是豆浆。本来打算打稀饭的，但是不想再刷锅了。加点这个。哇，打不开这个辣椒油了。馒头里加点这个辣椒，贼爽的，哇！上手了，饿死了。好好吃啊。而且是甜甜的，为什么糖醋排骨做出来是甜甜的，但是一点都不腻啊？
排骨本来是买来做那个芝士排骨那个锅的，后来想一想还是做中式的吧，比较香一点。这一坨肉辣椒油是那种香而不辣的，嗯，我可真棒。好了，吃饱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吃好喝好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